刚不能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是啊，是啊。等会儿，咱上届精彩我们的武术表演完毕之后，是大家好，那不光是那我们就留在我们的那公园中间，看点咱吼不得定上届精彩节奏。啊，那伫外口边哦，要来看两块边哦，也可以来到我们舞台前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，靠近一点，因为我们就是喜欢人家靠近一点，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距离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有距离，不要有距离，就是最好越近越好这样子。不要太近，也不要太近啊，多喝了。对，当然你跟我近一点没关系，但今天背起来不带电啊。对啊，不要练习，不要练习。就是刚刚好了，因为哈，他都要够点。我们这边路口其实车辆很多，还蛮危险。嘿啊嘿啊，所以可以帮点哈。要来看咱老年人这个方面，我们就是都可以在舞台前方这边啊，他都要够点嘛，准备就这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意爱这个保魂，就是要让大家哦，在咱公园中间好好的来做个放松哦。平常时压力很大嘛。对啊。三百六十五天，差不多三百六十天拢在做工课。真的，大家拢在做。真的，咱这个工作性质较无同款。不一样。啊、可是每个人也都是在工作，真的，所以呢，适当的放松很需要，很需要。有规划吗？最近有规划要去哪里吗？还在想、啊，还在想，因为台湾都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然后现在跟摩阿朵出国，不行啊。对啊，无你也当气看麦，我被气看麦，被气到你。青菜拢好，你也坐飞机出去，你要先隔离14天。啊，现在生生来等来，啊，搁隔离14，刚刚几个位，怎么玩？几个位拢免谈。对啊，买好啊！嘛是有人会安尼呢，他就是选择放松啦，很想要出去玩，我也很想，对，真的要好好安排一下，我好想。不然闷太久，真的会闷坏了呢。闷坏了啊！闷已经坏了吗？闷坏了。身体闷坏了啦，对啊，适时的放松，因为其实你也讲，像我讲，明仔载无头路，无咱出去上好啊。然后你个会倒伫眠床上讲。阿伯的出困的，有时候会这样想，真的会这样子。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带动，才会有人一起上，就是需要动力，对啊，需要别人的动力，没错。今天的没有人动力的话，朋友的提供，不管我们就是要出去玩，出发。我载你们，阿内，对对对，阿哥阿伯今天可能较困难啊，我载你们，结果可能打龙门下想要公寓，打龙门坐车呢。啊，不会，真的，你很喜欢开车吗？我喜欢马上行动。走，那我就明天出去玩，你载我。有会不会被骂哈、啊？不会啦，马上明天走。天嗎会。对，嘛是爱看咱有闲的时间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讲其实今嘛吼，就是大家各行各业拢就无闲的。对。对啊，我当时讲，恁厝内底人，伊讲，明仔载我爱上班，你爱留在顾厝，都不没办法配合。对啊，奇怪，我们以前是怎么出去玩的？已经嘛袂记迄段时间。好久了。好像说走就走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就是比如这串。好就走。那个爸爸你先回去哦。嘿，我等你。我去泡汤哦。我明仔载回去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现在等到是年纪越来越大，你的想讲就是比较稍微收敛一点这样。收敛很多了。就是爸爸对爸爸等于处。对啊，有的时候也会很累的时候，还是跟爸爸回家。也是会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我买鞋差不多呢。差不多那样。差不多呢。几乎吗？没有几乎，但是比以前还要好了。真的啊。比以前更好，因为以前的型号的身高率这里就跳没，对不对？还是想要出去玩嘛？这规啊嘛，你也是讲不然我们做完再去唱 KTV 好了。然后我们朋友讲，是在起笑哟，手规啊嘛，你个手袂搞，对啊，唱 KTV 个开钱，那唱手歌是用手歌赚钱，对啊，你是去开钱，无同款呐，没有各种不一样的放松。今天啊，就是放松的程度不一样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天你希望点咱点和朋友哈，来看下就是好好的放松哦，看你要坐了好，嘿，倒来嘛会使，因为咱流苏拢经历过啊，哎，咱做倒来嘛做轻松的，对不？啊，来看你要徛咧嘛可以啊，徛咧就是动作运动安尼啊，对不？头前嘛很多站着的好朋友，因为平常时坐办公室坐伤久，也是要站着，嘛是爱徛咧，哦，所以今天咱的流苏真正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啦哈，所以买单感受到吼，咱的公文公然后很。用心，每一档愈来愈好。那么好，咱现场吼，咱的好朋友让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，没错，可以来做个享受，可以来做个放松了哈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就是吼，好，咱现场好朋友听歌放松的这个时间哈。继续让我们的小青到来，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非常白，看破爱别人，谢谢。啊，真正要看破爱别人。对啊，看破。对啊，看破的人哦。对，看破。来了哈，到来继续歌曲，看破爱别人。来，感谢到我们前面大哥来整个捧花声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感谢捧花声，请来，祝他荣华富贵，大进财。老公捧花声，花就是，马就来当，探钱，请求来探钱，谢谢。
心最惊再会吧，一阵彩了又一阵，一段难舍的缘分，耽误一世人。是你是一个漂亮的主角，时间抓得刚刚好。是你对你的决定，我无想过的将伊当作无情，我。来，继续播给了非常经典的老歌哦，《破破爱把郎》。来啊，继续啊，经过改编之后版本的歌曲《破破爱把郎》。你看咱大哥头壳都无用，听到你诶美妙歌声了，就赶赶紧紧从内部内头前欣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我的歌声，谢谢。嘿。无心笑你再会吧，一阵阵了又一阵，又一阵，一段难舍牵挂，为你的我痴痴。心情被你吹灭了，我想过来将你当作无情的，这个我破一半。谢谢 Miki， 看我爱把人，感谢你从无看上无看彭阿仙，彭阿仙拍下皮皮球，祝大家通过现金到新代票，所以啊，再讲谢谢球，继续安排在。